位 ETV 嘅朋友，今日呢一节嘅化学人生咧，我哋首先系改咗一个 format， 即系咧，基本上咧呢、這个系反而系同生物有关系嘅。记得我细嗰阵时咧，都唔算细个啦，即系一段时间之前咧，我父亲咧系死于 cancer， 咁在佢化疗嘅期间咧，啲医生、護士和我醫學界的朋友一直都叫我們特別小心一點在家，因為他的 immune system 即是他的免疫系統是 compromise 即是沒那麼強的。那麼你想想，我們生活之中很多人都會面臨家人啊，即是時不時有些弱者。那麼同時間呢，我們也都希望有個即作為一個晚輩啊，咁都希望有借住啲機會啦，帶啲老人家或者係帶啲小朋友啦，去公園遊蕩玩一下，開一下心。咁我翻到香港之後咧，我發覺香港嘅九龍公園咧係好可愛嘅。咁大部分嘅時間咧有好多空間，仲有啲周圍咧仲有啲樹，有山，即係好似有山有水咁啦。喺一個市中心，喺呢個九龍入邊咧。就簡直是一個心肺嚟嘅，咁咧係我差唔多間中一定有報道。俾我留意到一樣嘢咧，我感覺都非常之唔舒服，所以提出嚟同大家討論一下，希望咧政府關注呢一件事。OK， 關注呢個事件事嘅原因咧，就係由一廁所方面咧實在太污糟，佢哋咧喺管理層方面咧嗰度。他們沒有留意到，我也都屢次和他管理處提及，希望他們將廁所裡面的毛清理了，結果呢你拿了女仔去看看他那些邊邊罅罅還是生滿了那些 black mold， 這一點是非常之不能接受的。以前呢我們化學人生也都拍過這一段關於毛的問題，我在這裡不再奧述了。最近呢半年啊，我咧就係做咗一個特別嘅觀察。間不中咧，我就會去九龍公園嗰、那個中國公園嗰度咧，有一個涼亭。涼亭咧，佢做得就美環美輪嘅。咁有一條路咧，就延伸一路去到嗰、那個水嘅中間，水池嘅中間。咁咧對住呢個水池嘅涼亭咧。很多時候我們的遊人就會坐在那裡很悠閒地坐在那裡欣賞周圍的景色，就被我留意到他即是九龍公園他喜歡用一個噴泉，這個噴泉是我可以這裡展示給大家看，他這個噴泉可以噴得非常高，我兩個大概升高到25呎左右，有時候風一吹那些水花會散到塊面上。咁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咧，我不期然諗到咧，呢個水池入邊有大量嘅烏龜，烏龜咧有好多寄生蟲。咁咧同時間咧，這個水咧亦都有魚，咁咧就不置可否。魚一般嚟講就冇咁大件事嘅。另外咧，你細心留意一下佢成個水池嘅流水狀態啦，佢有好多死角，即係嗰啲水咧係 dead water 係純石。有些不知道類似死水，它的流暢程度是不夠的。為什麼我特別留意這一點呢？就是因為我們做一個基本的科學知識，當水流暢不得流暢的時候，它就會有一隻細菌叫做 cyanobacteria， 叫做藍菌。藍菌大概在涉有2000多種，很多時候這些 bacteria這些細菌它呢是有 toxin endotoxin， 剛才我提過跟大家提過我父親呢就是因為 cancer 而死，那呢 cancer patient 一般來說呢個病人呢是需要受到保護的，那呢這些這樣的細菌呢包括你家裡譬如你養一些花花草草在個病人旁邊都不可以，甚至找個花樽裝些花都會受到限制。咁咧喺九龍公園咧，係俾好多人去舔舐嘅地方。
用呢啲咁嘅水，經過一個噴，中士咧有 filter， 但係你唔會話好高效能嘅 filter 嚟噶嘛。你將佢噴得咁高，再撒喺空氣之中，人會碰到呢啲水點嘅機會非常非常之高。咁咧，我呢度咧我就放一放，我係用攞咗佢水底嗰啲樣板，我攞咗一滴水出嚟，放落個顯微鏡嗰度，我將佢逐層咁放大俾大家睇，你會見到有好多微生物，你亦都可以見到細菌。咁咧，至於佢詳細嘅分析咧，就有即係等政府嘅官員去做啦。如果佢有興趣嘅話，但係有一樣我哋大家可以做個 conclusion 嘅，一你睇完呢一滴水之後，你會知道有機會呢啲 organism 呢啲咁嘅單細胞動物、多細胞動物或者有啲寄生蟲係會被噴射出嚟 ，OK， 而滴落你嘅眼、吸入你嘅肺係會致命嘅。某種情況之下，當然啦，我希望呢件事就未曾發生過，但係機會。很可能以前已經發生過，只不過啲人咧係唔知道嘅啫。各位朋友，呢度咧係九龍公園。最近咧，這個八角亭入邊嘅噴水池咧，佢噴低咗啲水，清理一下啲污。咁呢個動作咧係絕對正確嘅。這個比一個外面的太陽有一個直接殺菌的機會，令我感覺不舒服的不是這個他們的工作，而是這個設計。因為這裡個噴水池離開人群實在太近了，尤其是人不期而會駐足旁觀。咁咧，你會發覺佢哋離開，當佢哋離開呢、這個水池咁近嗰陣時咧，而呢個水池咧，那個泵啊 ，OK， 就會由呢啲淺水呢啲水啦，泵上去空氣之中。咁呢個泵咧，會升高至我量過下一個差唔多到樹頂。咁呢個樹頂究竟有幾高咧？我以eyeball嘅估計咧，係有三十尺到。當啲水電被風吹拂嗰陣時候。我哋一般嚟講咧，假如呢只水點係 carry 咗好多細菌嘅話，或者係單細胞動物，咁呢啲動物咧會循住呢個水點咧進入咗我哋嘅肺部、眼部，尤其是啲小朋友啊，根本咧就唔知道咩叫做危險。咁家長咧，亦都未必見得我話真係咁清楚嘅。你可以睇到呢個水咧，個水底嘅污糟程度咧係相當嚴重嘅。呢個係與生俱來嘅，唔係淨係因為佢九龍公園係咁樣。基本上呢只咁嘅噴水池近人群嘅噴水池咧，係即係在我嚟講咧係要不得嘅。嘅原因就係呢一點啦。咁呢個好淺而易見啦，唔需要我再加以敘述。當你由九龍公園覺得微風拂面嗰陣時咧，又有水電打嚟咧，最好稍微小心啲睇下，究竟佢嘅來源來自於邊度？唔好冒冒然帶你啲未成年嘅小朋友、抵抗力低嘅小朋友咧，經過呢啲地方。
你話我哋 ETV 對大家社會服務嘅一個方法，希望大家多多珍惜。我呢度就九龍公園游泳池池底嗰啲水嚟嘅，我稍微將佢放大一下俾大家做參考。咁咧，你可以睇到啦，間中有啲各式各樣嘅蟲仔經過，一滴水嚟嘅咋。咁今年咧係2015年11月2號禮拜一。咁我再將佢放大啲，唔得得，俾大家作參考嘅啫。千祈咧，唔好以為一滴水咧係一個安全嘅，水係極不安全，大家切記要小心啲。因為我亦都唔係好主張咧啲噴水池啦，太過接近啲小朋友或者係甚至啲大人經過嘅地方，遠啲冇所謂，清水冇所謂，但冇污糟池攞嚟噴水啦，就有啲哪個哪個啦。咁我希望咧，政府能夠關心呢一點。呢啲 LG 嚟嘅，各位我只可以講咧，喺微小嘅世界咧，其實係充滿曬好多奇異嘅事情。而家睇完呢段嘢之後咧，我希望如果有能力嘅人，你應該提醒政府。我呢度做咗我嘅工作啦。如果你有能力，你要提醒政府，督促佢哋唔好再噴呢個水池排得唔高。你輕輕地揾啲水咧，八平地放，等啲水點唔好呢個周圍咁飛嘅話咧，係冇問題嘅。流動嘅水永遠係健康。好多謝各位。